我要听请弟弟讲话，我先稍坐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太安静了，你讲话一下嘛。你跟谁讲话？你旁边的人是不是？这样。好，我给我先请弟弟唱一下歌好不好？你，我唱什么歌呢？管你哦，不能点歌哦。那个，是要唱完整的吗？咦，还问呢？想是想唱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是可以啊。就是如果说没有姐姐胎教嘛，不是泰国话嘛。然后就是如果你们下礼拜三还有留在台中的话，如果可以放，是下礼拜，他们为了你会留下来，好快点。礼拜四，下礼拜四9月11号，如果你们还有空的话，可以来铁花村听。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同学，然后我们有组一个团，然后都唱自己的创作歌，然后明天要去花莲比赛，耶哟，就是不小心就你知道就去了，就进决赛了，就是希望大家给我们加油，谢谢。是花莲原声音乐节的比赛。要唱吗？真的这样看我，这样真的啊。台中是一个艺术的国度，是吧？尤其是铁花村是一个艺术的一个村庄，是所以大家来，你看台上的人都一样的，非常的。如果你们想胎教的话，现在赶快。好了，来。好，我唱一首明天要比赛的歌，我直接可以直接从副歌唱完。唱副歌就好了啦，还是前奏就好了。前奏就好了。好，等一下。我弹木吉他好了。有。完了。你不能问姐姐，因为脾气不好。你试试看。不过我平常是担任合音的部分。你多话快点，不好啦。不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啦。第一次在台上可以讲那么多话，就把它说一说嘛。路上车水马龙，行人匆匆忙忙的经过，搞不懂应该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佳处所。我还在懵懵懂懂，我看到你的行踪。面对现实生活带来的冲击，压得我好好难受。我想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强军秀，但你看到会忘我。好像有点冲动，该不该面对这些琐碎的情节？我不在乎会有什么麻烦出现。我知道你一直都会在我身边，那些犯罪保护着我的世界，一直到终点。想再多多一些，将就些会好一点。我没有多的闲。把我放在一圈，每一天多多一点，我想我会紧紧跟随，再没有什么会让我放弃选择，对不对？讲吗？等一下，哎，这么大声！不小心就第一名了。哎，拜托，你凭什么说话？好歹我是以曾经做过这个评审嘛。是，然后评审请讲评。那个希望大道的评审吗？那姐，我刚唱的如何？你这咬字真的不好。不是嘛？其他真的都很好。谢谢。就是咬字真的是。好了，我还是回去当和音好了。
明天我们烤肉的时候多咬肉就好了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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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样子啊。